江门中微子实验，它是一个20000吨的液体闪烁探测器，它比之前国际上的液体闪烁探测器要大20倍以上。那么，它采用了20000个20英寸的光电倍灯管。地方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地下大厅。那么这个大厅呢，这个跨度有50米，高呢从这个顶到这个我们站这个地面大概是30米，一直到水池底还有40多米，加起来有70-80米的一个高度。整个地下实验厅的这个跨度是国内最大。我们看的这个探测器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微子探测器。那么它是由一个钢结构，内部还有一个光电倍灯管和一个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组。那么不锈钢结构它的精度和这个规模应该说也是世界之最。将来呢，我们这里面会有20000吨的液体闪烁，那么这里面的液体闪烁体的规模也是世界最大。中微子实验的探测器里面有20000吨的液体闪烁体，我们用这个液体闪烁体来探测核反应堆发出的中微子，在核反应堆发电的过程中呢，这个根据它的功率的大小，然后它的成分放出中微子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分析反应堆中微子数据的时候呢，需要核电站给我们提供它们的运行的功率以及它里面的燃料的成分。这样的话，根据这些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才能计算出来核反应堆发出了多少中微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探测到了多少中微子，根据这个呢判断有多少中微子发生的震荡。